个 KTV， KTV 必热唱，必备必备，请出题。难以置信，哦吼，哎呦，我被抢走了。这个真的是最近很红，最近很红，真的超屌。他可以一边拿板板准备拆题，有没有？音乐一出来，他还帮忙调 GoPro。对，不是因为我好像 GoPro 没有开。你一心多用，人太高了，太高了，你做国规的，对，欧包来什么歌？就是动力火车，我很好骗。恭喜答对了 ，Music 一起来演唱。来贴一下字字贴，获得一颗星星。输了选题，输了选题，输了够惨了，还被别人选。对呀，对呀，搞不好他一个人直接把他们剃光头。哎呦，真的不会。建华，你要撑住，我撑一下，来撑建华老师，来一个，来哟，哎，建华老师今天试唱哦。哎呦，没有在开玩笑了。芭蕾，这个气势不是芭蕾啊，这是什么？翻牌。打九九。哇，这么低调，打下去，打下去，相当于打蛇打三寸的意思，打九九啊，我就打你的球，二到九，漂亮，拍了啦，情侣必点八，情侣对唱必，来出题，情侣对唱必唱歌，注意哦，幻想。谢谢是玄关啊，又是微风，这个真的是，这个算是对国歌级的，对国歌级的要来开演唱会了。郑中基跟陈慧琳的《制造浪漫》，一起来，恭喜答对。冥冥之中知道一些些浪漫，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。两位都下，